日子都是在不断的生活和练习中度过的。然而我们的生活都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发生的，不会懂得拥有什么机会，但是只有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机会才是会更加的美好。恋爱中的方向也是这样的。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机会下，未来的五天过后，好事就是会迎接到出现的时候。这样的一段恋爱或许是我们都期待的吧。想要知道都是有什么星座吗？跟着去看一看吧，从而了解到不同的一种东西。射手座，没有太多想法的射手座，在未来的五天过后是会遇到爱恋的，喜欢他们的人就是会出现，从而让他们了解到这样的一种方式。那么在好事出现的时候，这样的一种机会也都是会自然的了解到。我们的生活中会拥有一些不同的事情，爱情的转变也是会收获到好的东西。天蝎座，积极向上的天蝎座在爱情中也是这样的，他们在未来的五天后就是会真正的迎接到的爱恋，这样的一份恋情是会真正的迎接到好事出现的，同时迎接的时候为今后的生活创造出不一样的一些惊喜，恋爱中的事情或许就是会更加的不错。水瓶座，水瓶座的人在未来的五天后就是会成功的遇到幸福的生活，在这样的一种日子下，得到的爱情就是会迎接到的爱情，在恋爱中的人就是会非常的幸福，从而迎接到的好事也都是会出现，幸福的生活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，这样的事情是会给我们一定的帮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